所以我们要开直升机吗？快我们有直升机。好，就是开直升机。欧巴晕风脑残。哦，这个直升机超级快的，是。你今天怎样啊，小诗？啊，别怎样啊，记住了啊。怎么了吗？没事。我战术请示。战术前行啊！干嘛大家都穿这个？哎、欸，我一直觉得佩嘉熙这个好帅。休闲，当然要休闲。哎、欸，这个是不是马克杯的那个啊？对啊，马球三。那我们，你们拍片吗？是在有，有。好，不打扰你们，拜。我们拍的可不是你们倾注的。他已经走了啦，八七八七。需要全体坐直升机过去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啊，听说有人骑摩托车很快没有？我对我摩托车很有自信的、啊。你就不要不要飞。就像我对你敌丑大赛很有自信啊！哦、oh, ，你一定会赢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雨枫一定会赢啊！第一名，我们要开直升机呢。只要这样，那边我去开啊。开车就这样子啊。你当时偏淡蓝色的是啥了？啊，走呀！我们要开小海沙啊！你可以开小海沙过去啊！你们可以先过去杀人啊！我之后再开直升机过去就好了。在这里呢，我到了第一名。为什么你要到这里呢？这里也有啊。到哪里？这里也有小海沙、啊。哦，喂喂喂喂。哎、欸，等一下我。小叔，你是到比较远的那个哦。我要骑雨枫的帽子的颜色。没有啊，他到那个啊，他到比较近的。就是离目标比较远的，看、啊、看我啊！我们现在往哪去啊？往那个岛啊？哪个岛、啊？你往北边走，会有个会有岛。就往北边走吧。哦，这个警用直升机是红色的耶，好神奇哦！红色的警用直升机耶。往北边走哪里啊？Ambulance， 哦，这是急救的。嗯，我走到哪一块的？好了，我要开过去了。你们加油！比较远的那里是，比较远的是过金岭那里吗？比较远就是小岛那边，然后没有过桥，没有过桥。哪一座岛？没有过桥。是哪一座岛？对，小岛不是，小岛那边不是有一座有一个河吗？我现在在军营这里啊，空军基地。哦，我看一下你在哪里。哦，对啊，你那边，不对不对，啊，还要再往北走，往北走那边有两、哦，那边有一群岛啊，过去那边就是了。哦，我在想说是在前面后面。行桥总归是可以装的。可是我现在任务提示是写说等待队友骑上小海沙、欸，你就先往北走就好了，沿着海岸线一直往北，然后直到你看到小岛。海岸线是什么、啊？可以吃吗？你可以吃吃看啊。那是面线。
你一吃起来都沙沙的。我感觉我会吃不下哎、欸。不会啦，怎么没有吃过？你怎么知道呢？人生懂嘛，都要尝试看看。说的也是、啊。军营哎、欸，可以抢战斗机吗？北七战斗机你也没办法载人，我们要降落在小岛上面，然后还要再载人出去。我到几点？嗯，哎，我睡饱了啊！到了，到了。好了，我来载你了。反正就到你看，你看我现在的我们两个的位置这边啊。穿重装在踏水，好好笑、哦。哎、欸，你不坐直升机哦？然后我先去把直升机打下来了。好，那我就在这边等你，等他打下来。你好慢哦！哦，掉了！我来停直升机。人还没打哎、欸。没差、啊，这边有这边这个区域是空的啊。那我要进去。啊、哦，还有一个直升机。哦，干，好多人。干，为什么我一直被背后在打？干，我等你。哦，似乎应该穿重装的哦。我现在连那个都连防弹衣都没有穿。太狂了、啊！我的小海沙不见了，直升机还在就好了、啊。反正等一下，不是一个人留在岛上，就是三个人留在岛上。我要去找他。我看还有人。哎、欸，这是谁啊？哦，这是小诗吗？这是小诗哎、欸，你头发怎么变成那样子啊？啊，我故意装老啊。就要开船吧？开直升机啊，开直升机啊，然后还有一个人要留在岛上，看看要一个还两个还三个，反正至少一个人要留在岛上。哦，所以我要开直升机啊、哦。哎、欸，直升机！你要去坐直升机。哎、欸，干，直升机不见了，在船的另外一边吧。直升机不见了。我找到直升机了，掩护我。哪里？有。哦，有，看到了。要一个人留着哦。他怎么自己上船啊？他会跟着其中一个人。那谁？他要跟着小猪吧？怎么样？不是啊，我在飞机上啊。嘿，你去把他带过来。跟他跑到哪里去了？他开船走了。他自己开船走了。怎么他开船走了？搞什么？那我开船去追他。他自己开船走了。What the fuck？ 他也不理我哎、欸。我还不理人的、欸，不远了。他要开到哪里去啊？哎、欸，你们还是载我啦，你们载我，然后有载
我到那边的时候我跳级。啊，你在哪里？追毒炸！我把他射下来。北七哦，他都能挂掉啊！但有时间限制哎、欸，有时间限制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重来的话，直升机还会在吗？不会，应该是不会。哎、欸，这样好烦哦、喔。看，回来，他自己游走啊，傻小。看你别冲他小、喔。我完全追不上哎、欸。太不靠岸的。他在绕圈。哦、喔，我他下来了，他下来了。那我还是把他带去海滩啊！你去打船再回岛上啊！开船打再回岛上、啊。很远吗？我们这样时间不够呢。可以啦，直升机 OK 的，直升机 OK 的。就到这个岛吧，这个岛比较近。我直接靠岸就好啦。好吧，你要靠岸哦、喔。好吧，走下来。你停在岸边啊。好啦，那就四月留在岛上喽。哎、欸，雨枫，你怎么会有骷髅马？啊，我不是说刚才开到这里。哦。还是四月，你要来做骷髅马？我他上来了，他上来了。我在岛上啊。你可以开船过来做骷髅马。哦。反正我们现在这边岸边有一个骷髅马，你就来这边就好了。哦、我们要先过去了。我在岛上直到结束吧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只是那很无聊就是了。那就不要痛啊，可能就算有开到库洛马，他也不见得上得去。至少他不用打警察、啊，在岛上还是打直升机。哎，随、欸、便调一个电台。Los Santos Rock。瞬间抢劫任务的紧张气氛没了。靠北，景星一直都在啊。哦，好险，我们有带直升机，不然开船的话真无定失败。去年春天死掉的猫头鹰是谁啊？那个是什么？小四，等一下不要下飞机哦，还要多警察。可以跳伞啊！不要下，还要再多警察，还要多警察才能下。我感觉被看到了，靠北。哎、欸，没有。哎、欸，你一射就被看到了。我是不是好事联播网的、啊、？Los Santos Rock Radio， 是好事联播网。好事联播网。你不要唱歌呀、啊。雨枫长得好白痴，干，不要开枪啦！雨枫，小子，开始玩啦，雨枫，你不要玩啦、啊，小子，霸气哦，雨枫，霸气小子，霸气雨枫，快点好不好？三分钟了，你还在玩，真的是有跳伞好了，卖色啦！好、哦，小子，不要色啦，雨枫。该拿出那把黄金枪的是你哦，不是我哦。啊！我去拿一下泡面。这两分多钟而已，赶着直升机。雨枫，
谁在射了，我都不想讲了。哇，我觉得你们好可能会打不完呢、欸。是可以啊，只要他们不要再耍白，只要小师不要再耍白痴就好。对啊，雨枫啊。对嘛，小师去哪里泡面啊？我叫我妈煮，然后我泡面都不会煮的，就很自豪。好啦，我去拿泡面。自己煮。有，然后这时候在接粉连战，四月，嘿，最近有什么好看的新番可以推荐吗？有啊，比如说嘞，新番，新番有很多哎，这次好像出很多，旧番也可啦，旧番也可。同类的异世界，这个也是算新番，那不算新番吧？那都半年了嘛，不是半年啊，前年番哎，不是，不知道几月番嘞，然后四月还是几月？好像是四月的哦。之后都没空。通常遇到神番我都会重看两三次，可是从零开始的异世界生活真的重看太那个了，你知道吗？哦，有没有太虐了，对不对？重看太虐了。哦，为什么我一定要换？我觉得男主角真的很可怜而已啊。重看真的太虐了，我看到神番我都会重看，可是重看真的太虐了。我重看，我才看第二集我就看不下去了，虐爆了这个。转圈圈，有没有别的推荐的啊？青春爱情喜剧类，看伊利亚，从第一季开始看。看伊利会不会不小心看到粗包王女？伊利亚，有，现在粗包王女有心得，你去看。魔法少女伊利亚，没有听过哎，好啊，可以去看看。魔法少女假修，魔法少女伊利亚。那左眼的夏娜有更新啊？没有啊，他都完结了、啊，更新什么？没有出下一季哦。没有，他完结了啦。他 Web 还在连载不是吗？左眼的夏娜哪里来的 Web？ 他就是漫画小说啊，他是小说。左眼夏娜是小说，他有漫画。他的漫画是比较进度比较慢啊，他最原本当然是小说啊，那还有别的吗？还有别的可以看的吗？有没有类似从零开始的异世界这种，就是魔法什么的这种？那去看加点神啊！你是要看魔法，还是要看虐、就是？我看魔法的，我不要看虐的。加点神不虐啊？哦，也是不，我不要看那个，看一看会胃痛的，好不好？我不要看那个泡面会吃不下去的。你要看那个会胃痛的。载、哦、入了，载入了，载入了。其实看会胃痛的也不错啦，可是，那已经不是普通的级别了。我们来比碗地，我们来比。